闯天下楼失败，便会丧失所有修为，故而不敢贸然前往。这倒也是啊。不过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，该怎么选，就看你自己的抉择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都跟了你好久了，你都没有发现吗？就你这种敏锐度，实在称不上是中介灵师。要你管！跟我来。哎，干嘛？去哪儿啊？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不是在凤家住的不舒心吗？我想在这儿给你建一个园子。不用了。这多麻烦啊。不麻烦，就在这儿，我已经选好了，到时候给你准备一些必要的物品还有衣物，你随时可以住过来。你想要什么你都可以跟我说，我吩咐人帮你去置办，夫人还有秋林也都能来陪你。真的不用了，我好端端的送我个园子，这算怎么回事？而且我有说我要常住元都吗？要不是你使诈把我娘亲骗过来，我才不会来这里。我还不是因为你在凤家住的不自在，你对我这么一下冷淡一下示好的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就是觉得我们这样有点太快了。怎么就算快了？你本来就是我的灵妃，你本来就应该多与我待在一块。什么灵妃啊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了？你反悔了？也不是反悔，我是挺喜欢你的，但是也没有说要马上做你的灵妃啊，你也没有问过我，就擅自做决定。我明白，灵妃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虚衔，你这么不拘一格，你根本就不在意，对吗？我说什么了？我就不在意了？你不就是那个意思吗？我，总之，我就是不要。我的心意难道你不明白吗？明白是明白，可是我的事情又怎么能让你明白呢？